内平姐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安怎大家面色拢这么歹看啊？你应该知道我今麦来找你是要讲啥？你今麦立刻停停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牙齿巴肚来紧啊，落体去，你要继续第七就对啊，嗯？你真正比我想的更加艰苦呢。是啊，牙齿囡仔无去啊。啊，是讲这件代志跟我子倩有什么关系啊？妈，我来跟你讲。高慧玲，雅杰现在在闹天，我相信大家回去找了后，不管是雅杰，还是丽萍阿哥，拢一定转达关心的讲话。啊，不过看起来恁大家就是不相信。既然恁拢认定讲我是凶手。那你不管我怎么解释，你都不相信。今天这样我有什么好说？所以你现在意思是我真阿爸，靠这我人坐，今晚要把你压落地吗？只能三四个。雄雄看到这个场面哦，确实惊。尤其是带头的罗夫人，你这种随气千条的气势，卡叔是一个较无底气的人，就算无做唔到代志，也让你惊着。你今晚唔免你再来跟我练吹灰啦！我来是要一个真相。之前你跟东俊也无亲无错的关系，已经跟阮雅杰断路头无交叉吧？今摆你雄雄一出戏，伊个囡仔就闹脾气，感觉无需要怀疑你。你是绝对有这个动机来做这个代志的。我是有啥物动机？又怪陈东俊啊！罗武林，你现在对家己查某囡仔这样无信心？认为这个做太太无才调，把家己的翁筛掉掉。拄到你这种哦，主动上上门，专心要来破坏狐狸精，我跟你讲啦，查甫人不是用这个头来思考的啦，更加有信心也无效。我今晚再问你一遍，我牙齿巴肚来，囡仔是不是害死的？罗夫人，过去乾坤甲国庆有受过罗董的照顾，所以我对你一直真敬重。雅杰出这款意外，我嘛真遗憾，真唔甘。要过你嘛袂当安尼，硬要甲这桶垃圾水泼伫阮子倩的身躯顶，那是一条小性命呢。阮子倩绝对无可能遐尔粗残的啦。妈，免讲遐尔多，不管你讲啥，伊拢听袂入去。我袂当看你安尼白白暴硬，要让你甲乌啦。都因为子倩伊捌啉烧酒醉，甲东俊犯下错误，恁就认为讲伊是迄款的破坏人家庭、抢人翁婿的查某。迄代志的经过，家风伊拢有参与着。你会当问伊啊？迄当阵啊，阮子倩伊是后悔甲要死，伊是见笑甲想要去自杀。那不是雷平姐啊，甲家风，伊及时将伊对水内底救起来。阮子倩已经用性命甲恁爷爷赔罪啊。子倩伊是一个有廉耻的人，莫讲是害死人，伊参东俊拢无可能讲甲伊接近啦。看起来你是无了解你家己的查某囝，你是坏查，硬要加入站。你是较冷静的，妈，和我讲一句公道话，我真了解子倩，我相信伊绝对无可能想要挑工针对雅杰。咱先莫讲伊甲东俊做唔到代志，伊甲雅杰同款有共一个后生姊妹，所以我相信伊无可能针对雅杰，更加无可能想要伤害巴肚内因啊。多谢你愿意替我讲话，老夫人。其实陈忠是跟你同款，伊嘛叫是讲我是因为怨妒雅杰，才害伊个囡仔无去。伊甚至气到想要把我吊死，啊！不过吊死我，让伊跌到强要无开的时阵，我也是同款迄句话：无做的代志，就是无做。我嘛感觉我家己运气真正是不够歹，我只不过是跟伊食一下饭，啊！伊出代志，就要怪伫我头壳顶做恁个替死鬼。我真正是有够冤枉，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讲，我找借口伫咧看拖？是啊，
无恁是有啥物证据当证明囡仔无去跟我有关系？就干那因为迄个时阵我伫亚杰身躯边，哼，那安尼迄间餐厅服务生还佫有设计的时阵拄到的 sales， 是毋是对恁来讲拢是烦啊？你这个嘴真正是有够敖贱的，绝对是你啦！你看，你即摆迄个神哦，规个变安尼足邪的咧。子倩的工艺没走啊！你想怎硬要不乱意啊？阿姆，子倩，请你唔通误会，我妈今日来这，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绝对唔是来找麻烦的。我就唔相信啦，是你拄到这种代志，你会当好声好气的来这受这种莫名其妙的指控。子倩，阿峰，子倩，真久无看来啊！我感觉意外呢，因为今仔日我眼前的你，甲五年前的你有足大的差别嘞。五年前，你回到比利？我拢已经想起来啊啦，已经五年啊，嘛，好家风等我等足久的啊。这五年哦，有够证明伊对我真心甲痴情。恁重新做伙？是啊，我嘛已经结婚，嘛登记好势啊。多谢恁诶，这五年来替我好好甲家风照顾好势，真正做多谢。我对家风付出的一切，是我家己欢喜感恩，是我的选择，恁毋免说多谢。等到是我向恁讲一声恭喜。尤其是你吴静玉，你真正是一个足好运的查甫人。这世人一直有人咧等待你、照顾你、爱你。有时阵我想想的，我的条件无你差，啥种运气会差遐尔啊多？想袂到连饮酒醉做唔到代志，就一世人安尼，互人笑，互人看袂起，互人玩弄。其实我甲家风拢同款，因为讲，就算讲你搁较那讨厌雅洁，也毋过至少你嘛会看伫志翰的面子上，每伊伤害着志翰，伤害姑姑妈咪。也毋过，自阮今日要甲家，一直甲即马，你声声句句拢一直讲你无错，你无错，袂做那甲所有代志拢要撒乎你你同款，啊而且，搁怪罪阮大家是要来找你的麻烦。讲实在的啦，过去我对你的印象，感觉你是一个做好体谅设想的查某囡仔，就亲像你较早跟阮大家有十八年的恩怨呢。啊，煞因为误会当解开啊，得当随放下甲原谅。啊，也毋过你即马煞完全无多体谅，阮妈失去一个外孙的心痛，而且佫甲阮甲陈忠生讲做共一款人，子倩。你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那让你个性改变遐尼济，让你变作是另外一款人。一个吴静玉，佫真正完全恢复啊！赶快一去挂相机，甚至看出子倩应该过去的伊卫生介绍啊！啊，你子倩是要哪应付啊？你莫叫是讲你有安尼了解我？刚讲你爱我，因为同情罗芙玲，就爱甲恁和我的罪名拢担起来。你讲的是自吊人命遐尔严重的指控呢？好啊，真话，你嘛聊了有够啊！志翰娘咪就转来啊，你应该无希望伊看到这款情形吼，请恁离开。阿伯嘞，林子谦也要甲代志交代好清楚。阿伯，伊是要交代啥哈？伊已经交代个真清楚啊！恁离开哈，恁回去，请恁出去啦！哎，是恁啦，妈安尼啦，请娘亲，我是认为讲哦，这件代志可能真正甲子健无关系啦吼。啊，无安尼无，明仔载咱来病院，咱过来问医生，
看这囡仔无客原因，有法度查清楚无，好无？什么原因？原因就是伊知啊！你免甲因，老夫人，既然你无相信阮子倩，你若是无证据，你嘛无资格来质疑阮子倩。啊，请你离开，出去，阮家无欢迎。你讲话讲话，对我何必先甲打这什么意思啦？哎呦，你想怎啦？什么结果拢无得来遮亲门大号，甲阮糟蹋？现在竟然又起下动手，恁老家人真的是老毛吧？你现在是在讲啥？金妈，莫安尼啦！啊，如今讲起，之前伊嘛是恁母恩的媳妇啊，敢毋是？啊，嘛有替恁老家生一个查甫孙呐。讲起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咱来这是为着要找出大事的真相，唔通拍歹感情啦，好不？一家人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心虚，所以你才提出相片问题。你先把老实话讲，啊？你到底对雅姐做啥？你讲啊，讲啥啦？哎呦，你要对我有偏见啊！我讲啥拢无效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搁到后边讲，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哎呦，你哪有袂怕人啊？我怕伊无叫无理。子倩甲雅姐伊并无恩怨，伊嘛一直想要弥补伊过去所犯的错误。你袂当因为有前科，就想要将所有的罪拢撒予伊，安尼对伊无公平啦！是对伊了无公平。我即马只是爱伊交代，伊甲伊约出去了后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，谁来叫我无去？你即马甲我闪开哦！我要伊交代清楚，甲我闪开！我看见我妈！嘛，敢毋是？假使讲，假使讲，今仔囡仔无去，真正是去用害死的，我嘛一定会找出凶手，查出代志的真相，为咱恁孙讨一个公道嘛。啊，我偏偏即摆医生就讲，囡仔无去，原因都不明，查袂出来啊。啊，大家拢安尼，硬要讲子谦是凶手，安尼真是无道理啦。今仔日我嘛希望我是误会伊，要讲我若是知影宝宝今仔日死是叫我害死的，我绝对替伊找出凶手，我会替伊偷命。好啊，那呢我就祝福你，较早找到真正的凶手。从今日开始，连阮雅琪看我，恁两个三观不同，无可能是做好朋友的啦。还讲有，为着要撇嫌，你上款是要到东京接受，离阿妈无较远呢。妈，妈，莫名其妙呢，